鱼吗？能啊，钓好几条了。哇，这么棒啊！来来，先喝点水先。哇塞的，拿一顶帽子嘛。今天有重庆的朋友来到九妹家了，所以九妹又刚出去干活，我跑回来了，表妹打电话说叫我回来了，现在他们在这里钓鱼，我送一点水给他们喝。天气太热了，这个杆是你带过来的吗？哇，好棒啊！来，先喝点水，辛苦了啊！哎呀，辛苦你了。没有没有，天气太热了，我这边真的很热。钓鱼，你钓了，总共钓了多少条？我钓了五条。你钓了五条啊，妈，太棒了！钓了五条了，而且全钓的是罗非鱼。哦，这一条是鲤鱼。钓四条的是罗非鱼。哦，那一条是草鱼啊。慢慢的钓，我先回去准备一下。那要注意安全啊。啊。先回去加一点菜回来再煮饭。真的麻烦。哦，麻烦了。鱼还在上面呢，刚拿出来这样子，这个鱼有点大。哦。那条吧，他哪有那么快？我操！鱼大呀，那条鱼。看看这个有多大。没钓到大鱼吗？没钓到，刚刚拉了一个跑掉了。啊，拉了一个跑掉了，好可惜啊！全钓的都是罗非鱼还有鲤鱼，好嘞，那我们现在先回去吃饭吧。好，吃完饭要过来钓。让他在这里自己拉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